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6周年，澳门拉丁城区幻彩大巡游喺今年12月6日，同你一齐展开 FIFA 仔寻宝奇幻大冒险。我哋会由大三巴牌坊出发，勇闯澳门三大神秘领域，最后喺塔世广场为大家揭开爱、和平、文化共融嘅宝藏，共同成就回归庆典。更多详情请浏览大巡游网站及 Facebook 专页，约定你12月6日勇闯吧 FIFA。